多捕捉一些画面这样子。我来叫你的时候你再起来 ，OK？ 好。对，那好，我们现在就出去，现在走。然后你回去偷看。地上，然后看到倒这一边好了，这样比较像是我这样子拍到。这不很刻意？不会啦，你就起来，然后背部这一边，你懂意思吗？你背朝向那一边，背朝向那一边。对，就是你的脸是要朝向那一边，你懂意思吗？你从这边站起来，啊，背在那一边，哎，脸朝这边。这这样很白痴哦。不会啦，就是我不要拍你正面了，因为拍你这样很假，拍你正面就假了啦。我拍你背面也很假。没有，我是拍你背面，就是让你我在旁边侧拍，然后背面这样下来，好不好？我拍一下，如果真的不要的话，到时候再拿掉。你至少我现在有档案吧 ？OK。那这样感觉很假，我不喜欢呢。我就是说我到时候如果真的要发的话，你就不要，那我就拿掉了，好不好？如果真的不要，我就拿掉。你至少让我现在有档案了。谢谢。我不是这样子，我第一天我才见到你不到几分钟哎。看在丫头的面子上，感谢啊感谢。干什么东西？没事在那边晕什么倒？干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会睡在这里？好美啊！好美啊！干什么东西？好美啊！离婚告诉你们！你要昏倒得很美，你知道吗？倩女又昏了。你怎么昏倒？你真的晕倒哎！为什么晕倒？很累。天时地利人和。不是，因为我们刚刚接到消息，就说有艺人在冬天晕倒，我们就赶快来拍了。飞奔过来。往南西力。而且你为什么会晕倒？粘得这么密。你跟沙发融为一体。他一直跟我讲，我跟你讲，你就整个背，你知道背啊，我就很没办法。好。其实我们今天是测的，就是艺人会不会配合，因为虚荣心而配合记者做假新闻。老师，他从什么时候配合都好不好？成这样，喂，你专业一点。老师在哪里好笑？我觉得没有啊，一开始其实我觉得小甜甜她跟别人不太一样，是她真的非常容易相信人。对，她非常很容易相信人的时候，碰到这种恶魔的话，比较小心。第一天是他跟我讲。对啊，你跟我一样，我告诉他，所以我就让他也跌倒了。没有这样比赛，你好很多吧？对啊，是吗？你只差就是有艳遇耶。而且你现在在演，可是如果我答应的话，我不就变成全民的那个荡妇了？那你要不要现在演一个昏倒给我？我可能应该比你漂亮一点。美一点，因为你刚刚粘的密合，我觉得真的很好，有点像七叶怪。而且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想说，完蛋，我的裤子会穿穿帮，但我又不敢动。你听到我的声音，你是？他玩的又来了，你知道我根本就完全不想要正脸，就是我没有办法抱着脸转过来面对声音出来的那个方向。姐姐，你不觉得这很烂吗？是因为他，我根本因为我其实本来想要跟他一起，我是跟他说，我觉得那个人怪怪的，可是他就是一直很相信，他就觉得是。我说真的啊，你他好笑，我早就来了，我还叫他拍了一下。对，我们在旁边等很久。哪有人昏倒会这样子？对呀，那个要放松好吗？怎么会这样？你要太夸张了！好开心哦！六！好，这次又成功了。我跟你讲，下一个他死定了。小甜甜的虚荣心竟被义气给出卖，看样子你得小心交朋友，免得被卖了还为对方数钞票呢。紧接着上场是张立东，绯闻满天飞的他究竟是假戏真做还是真戏假做，就请大家等着瞧咯。
丫头既然这么会骗，就请她继续上场再骗喽。节骨眼，张立东出来喝咖啡，谎称自己要好的记者朋友想认识采访他。大家坐下来交换名片，哈拉热络一下后，趁着张立东越聊越开心，那咱们安排好的记者就要开工喽，来个假访问，真套话戏码。我只想问一下，就是像你这样子，我看那个康哥的节目嘛，都有你，你跟康哥应该蛮熟的，就还算 OK， 算 OK， 还算 OK， 算照顾他吗？谁还算 OK？ 他照顾你，不能说太熟。没关系，让我们来问另外一个点。那你觉得康哥，真实生活中是个什么样的人？真实的他，不是不是对对，不是不是我们在媒体上面看到的。好假呀！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标准的狮子，就是照顾大家，所以他就是永远，我觉得他就是很棒的大哥，对啊。小雷怎么可能觉得他很棒？他本来就很棒啦。他有照顾你吗，康哥？哎，可能我还没感受到。来。还没感受到，我都看得出来了。你完蛋了。他是那一种不会说用言语，就是我待会就用言语告诉你，死定了。立刻对，但是他是行动上会关心你，会什么行动？举例哦，像我那时候被周刊拍到，我也会就是他也会关心我，对，就他是第一次关心我。康哥不是关心，他关心他就打电话说，他就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真假，跟你的 detail 吧。他就会说，到底是怎样？为什么要被拍嘞？这个龌龊小流鬼。所以你觉得他在关心你吗？对啊，我觉得这样是他，这是他的关心的方式。哪个关心啊？是啦，如果是没必要的，他干嘛打电话给我？那有看康哥常常欺负你。对啊，所以康哥欺负没有？对，就是讲其他面向。对，就是你又被打，又被踹，又被砸。对啊，我想说现在看到你，我就觉得哎，还蛮好的。对，因为现在真的钱不好赚。那你有时间去给人家拍？钱不好在看电影、吃火锅、坐计程车。那什么外景也是啊，都只有你一直被惩罚。对啊，我现在有点怀疑。冯光龙念经修身，怕进女色。我们今天我念经念八年多了。你干嘛跟人家讲年纪很轻？就壮士亲密这样子的一个照片，这样就好了。